谢谢处长彭理事长，还有吴院长啊，吴主任刚才的精彩的报告。那我这个题目啊，痘点有痘点好，这个万病相连，药药慎重，那就把它分开来，不是痛恨医生啊。那这边特别讲的是叫做 polypharmacy 这件事情，其实在病人安全的概念里面，其实是一波一波又一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 WHO。虽然我不是会员国，但是台湾是最乖的一个非会员国哈。那讲的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是 clean care is safe care， 所以呢，我们洗手在大时机啊，怎么刷手啊，什么要洗干净啊，干洗手一样的，这个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二阶段是讲外科的 safe surgery safe life。这样子的概念呢，一直到现在要谈的是什么？现在谈的叫 medication without harm， 用药哈，是药三分毒，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刚才用的任何一颗药，刚才讲的 NSAID， 除了 NSAID 以外，还有很多的药，其实是我们要把它把握在我们手上，因为 prescription 都是我们 prescription 出去的，所以我们临床医师有我们的角色，病人有病人的角色。照顾者照顾的角色，其实个人有个人的角色，这个需要一个 integrate 的角色。所以我们的用药的一个安全时机啊，我们问的是什么？第一个，开始用药，用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药？用药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要问的是说，这个药呢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用药第一想到是不能伤身，也不能更不能伤肾。接下来呢，那要吃这个药，这谁？病人自己一定要药。那病人会质疑你的时候，我们要有开始有谦卑的态度。跟以前说，鬼也喝，你要得痛死，这个可能要我们稍微收回来一下。因为什么？是不是这药用呢？必须一定要用，而且那我们要用多久？病人要用多久？如果用了它有什么副作用，我可不可以先知道？所以现在云端药力的访单的系统，以及 Google 系统其实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查询，告诉他们自己，所以呢，他自己也有一个叉车的系统。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加药的时候，每加一个药，常常都要偏向一个 risk benefit， 到底加了有多少好处？ Prescription 多了一种药，它的好处来自于药费增加吗？应该是不是这样，而是得到它的health benefit 到底有多少才是重点。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更要去想说，那我用这个药跟其他我现在用的药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这个是非常必要。接下来呢，要随时要去 review， 所以一阵子一阵子病患就自己要去 review 自己用了哪些药，那这些药物呢是不是可以停的。所以刚才讲的有些叫做及时性，我们在以前住院医师接触的时候呢，他会有 stay order。 为什么NSAID 开不会是 long term 开下去，就像我们的任何一种 painkiller 不可能是 long term 开下去，所以它有 speed review。 更重要的是有什么状况需要 stop， 病人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warning， 它跟你平常 prescription 的状况是不一样。所以药物在体内可能是药物跟药物的交互作用，更重要的是药物跟疾病之间也有产生的一些交互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一些 antiplatelet dura antiplatelet，这个病人就已经 GI upset， 就已经不舒服了，开始在喷血。难道应用下去吗？当然是该停的时候要停。所以呢，停这个药呢，应该是什么？要有一个回复的系统。所以在基层的院所里面，其实跟你的合作药师或自己的药师非常 close， 让病患有一个 connection。因为相对合作药局哈，他一定愿意帮你，因为他没有帮你帮好。刚好病人就跑，少一张单他就少了，所以他是 KQ 也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呢 ，medication without harm 这件事情，在2017年 WHO 在三月份 launch 出来了，希望在未来5年内能够减少50%的。那目的是什么？让这些可能可以避免的部分能够避免的掉。三个大部分，第一个要让 medication safety in high risk patient 的 situation， 第二个呢是 medication safety in polypharmacy。第三个是 medication safety in transition of care。 那待会稍微提到，我特别会在 polypharmacy 的地方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要怎么样，每一个人不管病人 caregiver 病患本身或者医师，
都是有一定的角色，要知道，要 check， 要问，知道什么？知道现在的 medication 是什么 medication， 要 check 什么 ？check 这病人现在的 medication 对还是不对？需不需要改变？这 medication 是哪些？怎么用？用的 dose、用的时机跟用的期间都要注意。最后要问的是什么？你的病人真的脚他抖，一定要让他抖，他自己照顾他自己是最多的。那我们第一个进入的 polypharmacy 这件事情就是多重用药。我们定义上面稍微只要超过不同的定义，超过五颗叫多重中用药，大概哈是占有31.38%-91.2%， 这是大家常用的。极端高的用药，我们讲说是超过12，竟然也有4%-50%，那 range 有点大，所以表示这个病人还真的是不少。那不是故意开很多药，是因为他的病况真的是很多。从65岁的40到60岁，65到85岁，可以看到口鼻可以从30% 上升到65%。如果是极高的高龄，可以看到的是达到82% 是口鼻病。所以他有心脏病、有肾脏病、有糖尿病，也就是刚才我们洪理事长讲的这个心肾糖。那甚至我们的神经病变等等，他都会 complain 会很多。complain 好像病人 complain， 我们常常跟他讲说啊，就是这样，黑塞，好像我都拿什么回应他？我不要，我不要，假话买气话买哈，就回去了。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好好跟他讲 complain， 可是你开的是什么药，他懂吗？你开 epirami 这个药物是大概 cholinergic effect， 吃完之后呢，他走起路来就变小碎步，他去上厕所觉得啊，膀胱那顶那放没出来 ，greater obstructive obstruction。可是这些回应是这样子回应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给药的时候，来自于你试试看这件事情，应该是你一气化嘛，我总要拼停油啊，加一句话，让他们有决定权的，其实是更重要。所以怎么样叫做药物用的很多，但是是适当的。第一个，这个呢有一定可以达到的目的，也有可以达到。第二个呢，它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达到的。第三个呢，用了，但是它的副作用呢，真的是能够降到最低。最后一个呢，假如病人真的他也想要试，这个叫做适当的多重用药。什么叫不适当的多重药呢？没有 indication 的想在用。而且呢，用剂量呢很高，所以 agent 的 population 啊，尤其我们 Asia 的 population 啊，用药哈，它偏呢下手稍微轻一点点哈。接下来呢，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标的，请问你们该怎么做？就是停药，用的不好，不要让它再拼了。用下去呢 ，AER 就跑出来了。另外就是病人说，我不想加药。你这样子哈，你不知道研究在讲。这笔加的五号，他就是不愿意。好，请问这 SGLT2 inhibitor 这尿尿里面真的变糖很多，就是有一小部分病人谁生非霉菌，还造成局部很严重的干预。假如他刚出现讲坚决不愿意用这个药，我不试，没关系，即使有30%的 risk reduction， 我们还是放他去。为什么？因为他 take 的是 risk， 他没有办法 take risk 的时候。你不需要他的过去来预测你，他的现在预测未来要你负全责，不需要这样。所以看到 polypharmacy 来讲，从以五个为点，我们来看看五个为点呢是什么？黄色这条线一下，所以深蓝跟黄色其实永远都对立。你看得到65岁的时候接近是40%，到达85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达到75%以上，这 polypharmacy 也是非常高的。那其实 polypharmacy 里面最多的其实跟肾脏科有关。那整体来讲，台湾超过五个药 polypharmacy， 用台湾的资料库做出来的65到80的老年人，他药学系跟老人医学会里面合作，可以看到 overall 是28.2%，所以是不低的哦。那我们看一下肾脏病相关透析的病人里面 ，total 的 medication 哈，平均大概是11种，总共呢19颗，这是国外的。
就是邱毅文邱主任当初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以美国三个透析中心的平均出来，那台湾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 medication burden 里面，平均是什么 median 一半的是什么？其实 false provider 降临啊，所以肾脏坏掉，临要抬得出去啊，就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就是要很多的 false provider。false provider 我们知道一颗的 false renal 啊，蓝系的那个 lens cover 相当于 calcium phosphate 就是要那三到四颗。所以呢 ，pure burden 下降了，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要钱。可以看到这么大的比例，除了这一块呢，降血压的用药不是很高的。台湾呢，我们看到台大赵家德医师跟洪正宏教授在我们的 cohort 里面看到的透析的病患里面，这个 medication count 大概是国外是19颗，我们是12颗，一半呢是 false provider， 但是还有一半呢是一些 home medication， 降血压药是1.5组。Holy Farmers， 假如是以五颗以上达95颗的，以12颗以上可以达到53%的 Quaternary 的 Holy Farmers， 就表示肾脏病的病人其实占的比例特别特别高。那 Holy Farmers 到底跟 Outcome 有什么关系？整体做起来，有些报告提出它对于 Cardiovascular 的 All Cause Mortality Myocardial Infarction 的 Risk Stroke Risk， 大部分都觉得是有效，但是鸡生蛋还蛋生鸡，因为经过 Adjust 出来的结果。比较像是鸡生蛋，因为用了药可能是疾病多才用药，但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被观察得到。所以对于一个肾脏的肾脏病 nephrotoxicity 来自于哪里？来自于 polypharmacy 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来自于 comorbidity 多 polypharmacy， 也来自于 aging related pharmacokinetics， 老人家已经变了，除了这一块 kidney 也老了，听你随着时间长，超过40岁以上，慢慢每一年就这样一颗子下来。除了这一块，药物本身的特性都有可能造成 nephrotoxicity。nephrotoxicity 之后呢，鸡生蛋，蛋生鸡，再来滚雪球，滚什么 ？comorbidity 增加，生活 quality 增加 ，disability， pain， sleep disorder， depression 上升 ，depression 一上升，开始开一些 anticholinergic， antidepressant。然后呢 ，total anticholinergic burden 就上升，所以整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病人里面疾病，假如在 ICU 里面看到的，特别 AKI， 包括 hemodynamic change， 那也特别叫 NSAID、RAS、OK、CCB 等等 ，acute tubular necrosis、contrast nephropathy、nephropathy aging、osmotic hypercholesterolemia nephropathy， 可以看到一些 intravenous IVIG 等等都有。甚至有些 crystal nephropathy、acyclovir、ciprofloxacin， 甚至一些 AIDS 的一些用药。那除了这一块，有 tubular tissue 的，你看到 beta blocker、beta 的 lactam 的 PPI 或者 anticonvulsant 都可能造成这些效果。那 polypharmacy 造成 risk， 刚才强调是药物跟药物的交互作用，比如说 SIP 3A4， 我们都可以跟病人讲说，病人都会自己知道，我甲加油啊，我有麦粒。什么？不要你喝橘子汁，不要喝葡萄柚汁。请问你让他知道可以不要吃跟哪一颗药在一起吗？他不见得知道。所以这 drug-drug interaction 里面，只有在靠药师、临床药师，台湾现在药师呢是6年制，最后两年呢，一年呢，最后一年是完全是实习。所以他们临床的经验其实跟过去来讲已经大大提升，可以倚重他们所谓药物跟药物的交互作用。药物跟疾病的一个 interaction， 刚才讲的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帕金森病的病人，你今天开了一个所谓 anticholinergic 相关的药物，它本身呢，为了让它的膀胱、让它的射物腺能够改善一些症状，结果产生的一些作用，让它 depression 的症状能够改善产生作用。举个例子 ，NSAID 里面刚才提到的肾脏受伤，其实血压也会上升，那进一步的造成我们，那整个的走向呢？就想想看，一个病人，因为痛很难忍，真的很难忍，所以一定要止痛。所以高吊儿衰竭的病人，止痛最常见的用途，只要 CKD 一定是 steroid base， 加上 protrusion， 加上 opioid 类，避免我们的 NSAID deposure。但是 NSAID deposure 的时候，血压上升，我们加血压药，血压一加药一上升。血压控制比较好，可是它不痛了，血压就降下来了，就跌倒就 fracture。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些状况呢，造成 acute kidney 的 injury 就出现。如果呢 ，ACE 吃下去呢，溃疡出来，我们加 PPI， 加了 PPI 呢，我们可以发现它整个的影响，这 bone 的 loss 的影响，对免疫的影响，成本每一种都要增加的服用。假如在用的过程 PPI 用的呢，它对于我们 Clostridium difficile 的感染几率又增加，又开始用 antibiotics， 会发现我们可以用 probiotics 又加以使用。然后除了这以外 ，Clostridium 造成 diarrhea 又给了一些用药，而且还追血，用完之后呢，病人又乱，又 antipsychotics， 会发现药一直加，蓝色都是我们加上去的。那假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新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加药的时候，要有新的想法。那我们加药的时候，要有新的想法，要七个一个步骤去想。那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之后呢，我们用的药是对的吗？用的对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必须考虑？有些药停掉是不需要用的。那这些用的药呢，真的有效吗？是不是有些副作用？那它是不是符合 cost effective？ 到底符不符合有些证据？除了这以外呢，要跟我们的是病人能够去同意去了解，所以 share decision making。所以 what's matter to the patient？ 这一到七个步骤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也是现在卫部很用力在推。我们洪理事长一直在我们慢性肾脏病的 CKD 的 share decision making 里面做很多的，所以里面的连接进去，给病患有一个能力，每一个用药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它是否该使用？所以这个建制在国外已经有，在国内我觉得是应该是更要有系统性的去建制。那对于病人呢？如果你要用药的时候，你要想什么？好好把自己的用药把 list 出来，而且呢，定期的去 review 的用药，那能够对于我们的产生的副作用能够更少，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避免忽然间停药。那更重要的事情，有什么问题？给病人有权利去讨论，也可以有机会去 consultation 的 barrier， 协助医师是直接可以讨论。假如没有办法，请我们的药师们做进一步讨论。如果需要的话，病人要有一些简单的用药的，所以他用药的药盒等等的。所以有些药物哪些是平常应该要可以取得下来，也可以特别的注意。我们进入一个状况哈，一个65个叫做 Mrs. Corey 哈。因为肌肉痛，所以给了 NSAID。除了这个外，他 underline 就是有些 CAD， 所以吃 aspirin， dysplasia 加 statin， 高血压吃 ACEI， 然后呢，因为溃疡的关系吃了 omeprazole， 结果呢喷血来医院住院。来医院住院呢，我们当然是仔细的 review 他的 medication，NSAID 赶快把它停下来。接下来 omeprazole 的使用又减短一些时间，所以呢，当他出院的时候开心出院，一回到出院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完全那么清楚，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好好用药。”家属跟他讲：“你就高压的用药，就是因为平常不用药，乖乖用药，所以很乱。所以呢，你就他就把所有的药也吃进去了，而且呢，把之前的 NSAID 竟然也吞进去。这件事情是清清楚楚是可以避免，还是发生的？为什么？来自于我们对于我们的药物的转换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部分呢是 risk benefit。”药物的 review 加上我们的使用的过程中给药的方式以及沟通，刚才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第五项，所谓的 patient 的 recognition， 所以呢，让我们的 care 的 transition 的过程中，要让 caregiver 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资讯的或管理的系统，叫做 HESA， 包括用一些政策的来改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用药。那哪些的资讯能够让我们的 caregiver 里面能够引资经济上的支持，给予适当的教育的系统，改变我们的病人用药习惯，用一些 technology。刚刚有看到有几个像彭理事长跟吴教授都有提到一些 technology 的 innovation， 让大家用机制、用 APP 等等的去改变我们现在用药的环境，那让我们病人整个那个环境的改变，最后呢？需要对于药物的一些使用能够得到一些使用的权利，权上的正当性。我举一个例子啊，87岁的女士，19岁，中风、高血压、消化性溃疡啊，你看她用的药很常见的 ，CCB、Pravig、Duraflex、PPI 使用，因为发烧到急诊之后呢，10天，然后转住院，
住院之前呢，医生讲这个八十七岁来检查一下，给我是苏中正的药，给了一个 monoclonal antibody 的 blockade， 一用下去呢，十月三号出院。之前呢，概率1.97，出院没多久呢，直接恶心呕吐来急诊院，然后呢，住院前严重低血钙，一路低从低到1.43，低到小于1.00，到底发生什么事？很清楚，这种入口的一点 monoclonal antibody。会让我们食骨细胞、过骨细胞这些把钙离子释放出来的能力整个都阻断，整个钙离子。所以这用药呢，马上就看到的是严重的低血钙。那这用药其实应该是要接这个血钙才能补充到正常才能有。所以一般来讲，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更严重。对于用药例行的给与维他命 D 跟钙离子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以外，有糖尿病的病患，所以呢，以 DPP-4 止痛药有一个 Lancet 在用药过程的现在血糖控制不好，出现了暂缓排尿困难，然后呢就怀疑是神经病变，就给 Diprimin 跌倒。那看起来呢有姿势性的低血压，频繁跌倒，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多重用药跟不适当用药出现，这边特别提出来叫做 anticholinergic burden。我们针对不同的药物给予一分、两分、三分，这样有兴趣可以特别去查一下 anticholinergic burden， 可以告诉我们证据是，假如这个 anticholinergic 的分数高，每降低，每升高一个，可以未来六年内的认知功能可以达到46%， NNSE 在两年内呢会下降的分数直接明显下降。除了这以外呢，会增加它的 risk。所以用这些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所以 medication 在 sick days loop 让我们病人能够想一下，让我们医生能够接受。当你有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恶心 diarrhea 的时候，你可能要停掉一些用药。想要发烧 sweat shaking stop taking medication 这些的，然后呢，如果稳定回来再吃回去，那有些担心好吗？特别是在哪里要停什么药，我们可以看到 ACI。我们常常这些用药 ，Conrad ARB NSAID diuretic metformin。我们知道 metformin 是万能的用药，可是卫福部食药署发了一张公函，说 CKD 1-4-7以上是不建议使用，EGFR小于30不建议使用。我们还在用吗？本来就耐用的病人，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说马上停掉，但是有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讲的 medication in sick。需要考虑，可以建议他，你可以先停下来，这个几天不吃不会怎么样。但是 acute kidney injury 的时候产生 metabolic acidosis， loss of acidosis 是拉不回来的，所以要赋予病人一些些他自己的用药上的注意。所以我今天大家讲的 Tory Farmers 里面，其实特别强调的是如何去减免这些 drug-drug interaction， 那能够达到我们用药的时候，病人、家属、caregiver。甚至药师跟医师共同的照顾，和减少他的一个风险。那今天跟大家报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潘教授。因为还有七分钟哦，所以不晓得各位有东西要请教我们几位。好 ，OK。我们用简单的那个问题哈。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一圈发小60，但是他。有蛋白尿，可是重点是他没有高血压，这个时候 ACI 或 ARB 要用吗？二又怎么用？如果是我的话他没有高血压嘛，所以你用 ACI ARB 的话，真的要用你的目的何在嘛？刚刚如先教授提的，你目的是要稳定他的肾功能嘛，不是要降蛋白尿，降蛋白尿是稳定他的肾功能的话，你可以找小剂量快，尤其是那个。你用 ACI 的话，你像那个 carbotan 那种小剂量，快看看。如果说用了以后有你想要得到的成效的话，再说。因为这种的话，尿尿小于60又蛋白量，大家不要忘了，不要因为 CKD 就 CKD， 你要想想它 underline 是什么问题，也许它是 IgA 的 purpose， 也许它是其他的问题。那想想应该把它取的话，还是要把它取，不然20年后会后悔。哦，因为它无头公案，好，所以我刚才这样子讲，因为它至少没有高血压的话。比较好处理了。好，有没有要补充？
这里有四位真的是令我敬佩的专家，但是也是让我很不服的专家。在座各位都用 NSAID 的，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台湾的环境？你们从大数据里面去分析说 Potential Acute Injury Pain Injury 这个数据当中是不是有误呢？有没有排除其他？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教授讲的 Polypharmacy 的问题，第一个他吃广告药蒙着他的拢是因为那个感冒药啊，三支白喉散掉的吼，然后过来电台的药，还有再来药局也当医生的药，这样吃下来的话，你来怪我们医生说全部都用 NSAID 公平吗？这是我不平的地方，而且对数据产生怀疑的地方，就是靠大数据而已，并没有从其他的环境来分析。然后再跟各位讲，你打有度过的下家中哦，你腰子哦，系啊哦，这个患者会饮食无一常，安怎讲？去食草药啊！我哇，这患者长他上无有十个啦，拢了差不多有四十万、三十万，甚至200万的患者，拢去食草药。啊，各位，你们想想看，卫生部只是盯我们医生，然后肾脏科，我敢讲啊，就是一个最后。对我们那个洗肾有人讲，你卖你别搞铁，你这是大家的共同问题。有人讲哦，有人讲这个问题的话，实际讲，你卫生部只有盯医生吗？然后把医生的的那个访单都拿出来，都三连 PPI 也给我拿出来检讨，连 ARB 也拿出来检讨，连 ACI 也本来要帮助的都拿出来检讨，这个是大家要来深思的。我觉得哦。每次跑那个健保，我们现在有软体嘛 ，API 的那个的，各位都知道 ，ACE 的马上就可以跑出来说，你是不是考虑要用？医生，我们自己真的是自荐自己呢，自攻自己呢？难道我们医生没有判断力吗？难道我们医生没有良心吗？跟你讲，有医生的良心占90%，各位跟我同，请给我拍手。那个林伟如，现在的回答一下，谢谢这位前辈的谈面。我刚刚就一直在讲，几率不高，但是如果你碰到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所以我们也从医院的 real time 的一个 data 去看 ，NSAID 真的用的造成症候群爬高了，确实就是。如果你说我用了很多都不会啊，确实啊，我举另外一个例子。Metformin 一阶段小于30，然后我们就建议不要再使用，因为会造成真的拉提亚受体会增加。那可是很多人也说，我还在继续用啊，我用了病人也没事啊，为什么一旦出事也不会回到各位手上？因为它都是回到我们肾脏科手上，所以我并不是怪各位一定会去用，我们只是说，当你要去使用，真的我们。一样啊，就好像我们要去宣导不要去吃来路不明的药，但是一样的 NSAID 如果他痛的受不了，你一定要去用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去告诉他其他的东西因素加在一起，他就可能造成 API。 这是一种 share decision making 的概念，并不是绝对你就不能开，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包括洗肾的病人，我们肾脏科医生也被抓啊，好多洗肾的病人他说我们不应该用 NSAID 啊，可是我们很多医生都会说，他都已经没尿了，我还不能用吗？这个也是一个医术出来，所以我想我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例子，但是在我们在研发这些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在考虑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给病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我们还有替代的方式，我们就补充他一些。我看了、他已经在看表了哈、我们做厂大概也是紧急的，最重要是说各位不是卫生部在影响我们政策，而是在座的医生哦对自己没有自信。像刚才一直讲说什么会诊，什么药剂师，拜托哎，我们医生有临床药师好好的教导他们吗？我的女儿在张基，连理都不理，而且每天痛骂。然后我的女儿，我两个女儿都是药剂师啊，不是我的破病去因啊，也要保养啊。哇，我
啊，是，我跟你讲，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具体的建议啊，哈，不要哈把 NSAID 魔鬼化，让病人哈对我们医生产生怀疑，而不敢去吃西药，然后呢去吃一些不明来历的药，大家愿意这样吗？广告这么多，哦，啊，然后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不要限制 NSAID， 而是在医师用药存中在于心，啊，忍药活多久？每个人都会死，肾脏也一定会坏掉的，包括我在内。我大概简单的，我大概特别提到哈，这个 polypharmacy 这件事情，其实包含了我们在药局买的药，那这个部分其实有需要是要有赖整个团队哈，那不管医师为主的团队，还是以协作的团队，都需要去考虑。那甚至连病患使用的一个中草药哈，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对象。那有些证据哈，来自于数字，我们在讲用心哈，我觉得没有一个医师没有用心的。但用心假如造成的一些不是那么让病患真的能够我自己的我是有点担心，而药心还是要需要的哈，我想哈。谢谢。那个后面的那个 ACE-ARB 打开肾脏后面的那个血管，所以降低我们要 flushing pressure， 降低蛋白量。那 NSAID， 我们肾脏如果缺水的话，肾前动脉会分泌 prostaglandin， 把那个血管打开，使肾脏的功能变好。但是 NSAID 把这个 prostaglandin 抑制掉，所以缺水的话，它 prostaglandin 把分泌，把肾前的血管打开，又把抑制掉，变成又缺水了。所以是不是我们如果不缺水的话 ，NSAID 肾脏的破坏力就没那么大？所以如果你是 ARB。都是打 diuretic， 都是 NSAID， 当然要洗肾啦，啊，哦，所以不抵抗追血的话，它就没有就不需要 prostaglandin， 它省了，肾血的食物就够，所以 NSAID 的副作用就比较小。好，这个可以再讨论的。好，我们最后一位，好，因为占到后面的时间，不好意思哈，那个最后一个问题。那个临床上用这个 pentoxifilin 或者是那个dapirolizumab哈，对降低这个蛋白尿这个效果怎么样？那健保有没有什么会改？那个台大回答吧，那个台大回答的。这对糖尿病的肾脏病变跟所谓的肾四球肾炎的明显的蛋白尿，对于它进入 ESRD 的 risk 是可以明显的下降。那对于蛋白尿与肾脏功能恶化的斜率呢，也可以比较平缓。这件事情也是已经都被证实了，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大家要有共识，在各个区里面针对这个用药都有肾脏的保护，应该尽量是不要进入有核酸的哈。那但是由于 CKD stage 因为三四五的病患使用起来合并蛋白尿是证据最强烈的，大概是这样。可以并用，不要并用，因为两个都是从植入所谓 cycle AMP 的一个作用机制。因为时间到了，那下一场的人家会。那个。